你知道吗？现在社会正面临着快速的高龄化，因此本组针对了老年带来的失智风险以及功能的退化，设计了一套银发族套装课程。我们透过资料的搜寻，我们发现多动脑以及多运动，还有社会的互动，可以刺激我们的脑力，以及提升我们的认知，还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哦。故本组利用 AI 智慧结合台南观光意象理念，绘制出专属文化绘本，并延续绘本主题发展出团刊活动。过三所乐龄机构的问卷调查统计得知呢，银发族在体验完活动之后啊认知跟能力呢都有进步哦。还有我们还有做满意度调查，都达到85%以上的满意哦。研究显示，本组设计的产品受到银发族接受，并符合预设目标哦。